第六路的江江，大嘴第六的僵尸玩的很多了，但是这一次，咋？你干嘛呀？哎呦，全部都是巨人僵尸，还有近卫巨人，而且大概禁掉了热辣海藻和田鼠，连魔术菇和坤坤投手都没有了，这我咋办呢？ Nope. 大嘴玩下我的关卡，玩过去，给你今年发布的全部视频点赞，不玩的话，我取关你！那吧嗒吧嗒吧嗒，可恶啊！不偷马桶了，该取关我威胁我了是吧？哼，那我带上这些植物。老大是要保护唯一的热辣海藻，用原始豌豆在第五路消灭僵尸呢。没错，还有南。What？ 为什么近卫巨人的盾牌能直接压死南瓜头里的植物呀 ？No！ 完蛋了！我懂了，这次我带这些植物：歌葵、冰冻生菜和爆炸桔梗的组合，我要给你们吃毁灭菇！哦，真是惨了！瞧见没？哎呦，热辣海藻和田鼠，第六路的僵尸也要给我洗呢！洗呢，洗呢！原来他找到过关的方法了。哎，我赢了，聪不聪明啊？嘿。